可恶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晚来一步。接下来就劳烦秦灵之盟的道友帮忙翻译了，希望能早日治得解药，挽救受伤的弟子。这次的事幸得道友相助，否则我流花宫上下不知会是何等惨状。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道友尽管开口。 笑陶当初带走这本手札时，又怎么会想到它关乎千万人的性命？人世间所谓命定，原是如此无端。